就是我们治疗这个C型肝炎，现在效率很好哦。这个口服抗病毒药治疗，这个都是有两主要，现在是两种药，一个是两个月的疗程，一个是三个月的疗程。啊，这个疗程如果一开始的是每一次呢，这个三个月治疗完成，或者两个月治疗完成，或者三个月治疗完成哈，他就会验病毒指数。病毒指数验完以后，如果这个没有病毒，哦，两个月或三个月治疗完成没有病毒以后，我们再隔三个月以后再追踪，再确认一次病毒指数。如果病毒指数也是没有，这就叫完治。那整个过程是这样的，我们的治疗的这个成功率大概达到97%到98%以上，啊。